来告诉你，为求法而来的，他自然就可以找得到无私的力量，不用烦恼你们，因为伊管理民的，就管理方法的烦恼。哪里都有搞烦恼，提起来，都在那贫困地搞，都在那鬼心里底，在那里不平等呢？可为什么道场以无私为心生？因为咱的六根啊，时常容易向六尘啊去分辨计较，产生着咱的分辨意识。咱把这个分辨意识当作是咱的清净心，这就是最大的烦恼。凡夫甲圣人最大的差别，凡夫是用智慧看待代志，凡夫是以伊的意识心啊去分辨事项。你是用意识心呢去看待事情呢，还是以智慧心去看待一件事情？差别就是这样，所以叫做道场以无私为心性。所以我们要去时常的告诉自己，你是不是每天都以法相应，以法为难？对，道场以无私为心性。那么第二呢，叫做修心啊。以念佛为特点，修行以念佛最伟大，以念佛为伟大。为什么以念佛为伟大？念佛的功德，念佛的功德，咱得以念佛的功德去产生的咱合佛的力量，咱会跟随着佛陀的脚步，来行向着解脱，行向着究竟圆满的地。所以修行以念佛为本道，为本道，为土道。所以为何咱修八万斋戒？修完八万斋戒以后，为什么要念？因为念佛是最直接了当的，念佛最容易让咱会当提起个修行的功夫。无论少年的，或者是年纪较大，念佛这件。修行的功夫啊，每个人都可以拍得上。是怎么样的念佛呢？不善乱。你坐在你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很专心的。你下面那个是爸爸在看，放下一切的缘故，放下一切外的阻碍，好好在道场用功念佛，用这种专心精进的力量。每念一句佛号，你就增长了一个功德；每念一句佛号，你就接近解脱你。所以修行以念佛为本道。再来，又提到精进以持戒为第一啊。什么叫精进？乞丐庄严就是精进。你遵守的规矩。你遵守着道场的规矩，你遵守着戒律的规矩，你就是最精进的佛弟子。你不遵守规矩，那你就是懈怠、放逸的弟子。所以精进以持戒为第一啊，这是第三。再来，刚才是八万斋戒，比较较直接的关系。叫做疾病啊，疾病啊，咱人色心啊，素得不掉啊，就容易呢有病苦会产生。我们百丈禅师他教我们啊，疾病以减食为汤药，然后祸从口出啊，病从口入。饮食呢，叫他卖讲，叫他怎么样适当。为何不得已的制定着咱想八关斋戒，过目不食？第一减少着咱的烦恼，第二呢，减轻着咱的病苦。所以疾病以减食为汤药，所以过午不食，它必有过午不食的功能。不是叫咱乱讲，减轻着负担。
所以德明来的一个埋葬禅师的唐朝的时候都已经这样的规矩了，非常了不起。再来呢，一共啊，跟这个烦恼已经用弥陀提啊，当你烦恼来了，当有境界来给你考量了，当有种种的事项来给你挖来的时阵呢，忍辱是修行的第一功。忍辱是修行的第一功，所以叫做烦恼以忍辱为菩提。你每忍辱的当下，你的菩提心就这么坚固。叫做波莲，我们说的这个铁杵也能够磨成绣花针啊。咱的内心嘛，会因为境界种种的波莲嘛，咱来回心清净，自然的心静。那烦恼以忍辱为菩提，再来呢，是非以不变为解脱。咱人在这个世间哪里无是非啊？是非伫对，伫咱的心口意三业的不净。当你面对着是非来了，或者是面对着这个是非的种种的境界时阵呢，不变不变论，因为你内心不清楚。什么是健康？什么是应该做？不是在逞口舌之快，也不是你要在干什么呢？争个你赢我赢，但这个心嘛，要看得到就是要口业先修掉，要懂不懂得了？人情人孝啊，有心的反应是不敢看。所以这个修行的祖师拢甲咱讲，面对是非啊，以不变为解脱。因为是非之人啊，必有是非之相。那么你不参悟到这个是非之相、是非之事，你就是一个解脱的心嘛。有什么好争论？当时讲起老和尚被人误会是一个贼头。伊是解释嘛，无要解释。众人真侪人对伊议论纷纷，在伊内心内底呢，伊就是一个无事道人啦。因为不论任何任何的事项、任何的事件，拢袂去影响到伊的地位，叫做道定与无事为先哦。都印证着这句话：是非以不变为解脱。我最近在看这百丈禅师的这个语录啊，我都每看他讲的每一句话，都深深的打动了我，就学佛的这个意志，很了不起。再来一个尴尬，一个技术啊，那每一个人在道场也好，或者在家出家。咱有各方面无同款的进步啊！即使以自身为因果，你讲的对不对？就是你每做一件的事项，你拢自身承担，你袂轻分计较，你袂分我，你也即我，你也分我，这是咱大众共同成就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只是以进行。流众以老成为真心，我这部为百丈禅师讲的太棒了。流众都要老落来，伫这个道场作为这个上座的任何职位那些老成，这老成是不重的意思，不是年纪大小，跟年纪大小没关系，是他很老成稳重。泰山崩于前面，面不改色。
比对顺境，比对逆境，面对顺境，面对逆境啊，都处之淡然，处之泰然，要不贴心吗？由衷于老成为真心为真情，只是以尽心为有功。白丈禅师讲了好几条，其中我以这几个在我们在那里的地位情况比较能够仔细感受得到，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。这个跪等的时间呢，大家也没有彼此可以记下来，但是你们多熏修，我们这个有录音起来，到时候再放在我们的联社的网站，各位可以再去多听。这几个观念呢非常棒，道场以无私为心生，修行以念佛为无碍，精进以持戒为第一，烦恼以忍辱为菩提，这都是非常好的修行观念。是非的以莫辩为己脱，留众以老成为真心，执事以尽心为有功。那别人行的不公对吗？哪怕他的行八公在家，我今天也没有功德。你比他在家读书，你让他这几干的去给他，那只有时间搞啪啪一搞，那福报偌大呢？那就光在床边边，那就躺下呢？这不是来享受呢？每吃一嘴饭，你有两分果，你有感觉。这福报有对吗？当然，三宝的加持以外，是你有用功。假使你无用功，你只是损失的用力。你有用功，你每吃一嘴，你就增长智慧，增长福报。你无用功，你今天两个浑浑噩噩的，把日子就这样的时间就这样的荡然无存的流失了，你的福报也就减少。这叫做执事。那你那来修一个八关斋改改做，那无奈去损伤去损，七改两分。所以咱在七改两分的因缘当中，你的功德就跟着增长，你就接近解脱。简单的以这样的一个因缘来引领大家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成就。